的。我说骗子里面，对啊，骗子，然后去搭讪路边的弟弟，说：“哎、欸，现在有空吗？我有个很好赚的工作。”Hello， 嗨，我们今天在岱冠山，很久没有出来，就是随便走一走了。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这里？你要说是因为我要生日了，你要请我吃饭吗？我没有啊，没有，是你说请我吃饭，我没有钱。十万块没有领到，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这个亭自己给自己的自我介绍是也说这边像是布鲁克林风的一个地方，但我不知道什么是布鲁克林风，纽约吗还是怎么样？没有去过布鲁克林，对，没有人有去过。但是这位呢就说这边像是一个东区。这边哪里可以去？哎、欸，我们找到了吗？我们现在在找餐厅。但是所谓的东区呢，我刚刚看到几间潮店了，但是呢。干嘛？那是石塔呀，是石塔呀。让我们讲讲看，石塔呀，那耶、欸，你有没有走对啊？它在这个石塔呀的角落。哇，他们家的 menu 居然是要扫 QR code 哎、欸。是怎么样？我们叫环保吗？コロナ对策啊？是吗？这是コロナ对策吗？讲吗？哦，真的吗？我没有在听哎、欸。讲完又不听。然后这个多少钱吗？我觉得超不公平的，这1900哎，我的1600就这样哎、欸。有办法，我们就是在一个很高级的地方。不过这香肠还蛮写实的哦。觉得很熟悉，歪楼，吃，这个就是一个 combo 嘛，他们就是有松饼，还有一些培根蛋跟香肠。我觉得它这样摆法很像麦当劳，很好吃哎，因为它里面是很扎实的哎，比麦当劳好吃好吗？你要吃你的了吗？你都吃过一轮了吗？你说全部的东西吗？对啊，没什么好吃过一轮，因为它就是长这样子啊，它就是表面上的味道，芦笋是芦笋，越贵的东西就是越原味。那我在家煎给你吃哦。我们走快20分钟哎，从涩谷走过来，这餐厅要等20分钟，所以特别好吃啊。哦，里面是没有东西。对，它里面刚刚没有东西啊，不知道它里面有东西。它就好空虚哦，就1600长这样。那你骗来吃这种很贵又没有东西的东西，好惨。你不用讲评了，应该是好吃的吧？这是欧姆蛋，没有很惊艳。惊艳的是这家餐厅，就吃气氛的。欧姆蛋，是不讲出来哦，就气死欧姆蛋那样。有那个啦，怎么有辣辣的味道啊？没有辣，没有。我也觉得吃起来完蛋了。我觉得它就是煎得很漂亮，然后吃起来很软烂的。吃起来很软烂，不是个软嫩，软嫩嫩嫩嫩这样给。给大家看这个 Starbucks 看起来比较好吃。怎么办？我们。被骗，这个人挑的，这个人挑的。可是这边的店看起来都很高级，而且我很喜欢这个有那个 terrace 的感觉 ，terrace， 嗯 ，terrace。这边是很文青的地方，你不觉得我今天穿得很文青吗？啊？有没有很文青？中山装啊。对啊，是不是很可爱 ？No。无言。
那一家看起来也很高级耶，那一家店。那家我是吃过啊，就是一个也是贵又不怎么样的。去逛这个，这是全家哎，这是全家？对啊，真的耶。为什么他可以做的这么潮？因为他在代官商。对。他前面第一个竟然是卖文具，假鬼假怪啊！而且他旁边是书店哎，他是全部都连在一起，复合式的。我们还是来逛书店好了，这样比较有气质的感觉。我找到卖脚踏车的店。好潮，好潮！看这台多少钱？它后面那个小包包是什么、啊？15万，就是潮的地方，就是这个配色跟那个小小的，有一些 gay 拐的东西在上面，就是潮。所以我们的代官案这里结束了吗？不过我觉得更有很有盖死了。我以为是一个很就是有好几个 block 啊，然后可以逛很久的地方，就它大概只有一条街这样子。可是没有，然后几间店，它店是很多，但是也都不是我们会买的潮牌啊。也是啦，我们应该很少潮牌吗？不会，我不是潮牌的咖。但我觉得这边很多的是很潮的脚踏车跟名牌的汽车一直在穿梭来穿梭去，这是一个有钱还蛮有钱的地方，然后很多高级的美发沙龙，就是我们不会去，就算是小天母的感觉。小天母东区的范围其实还蛮大的，四五个 block 这样，可是它就是一点点哦，有可能。怎么办？这里好无聊哦，你要不要说个冷笑话啊？比如你要说冷，确定要叫我讲吗？对啊。我们又走回涩谷了，我们现在到了港。不是都是你说要走？你不是要喝真奶吗？对啊。那我们去找你的真奶。好。在日本里面喝过最好喝的台湾来的手摇饮料就是万福，觉得啦。哦。对对，什么？我觉得在这边喝到万波有台湾的五十岚的味道。那叫五十岚啊，可是日本的五十岚没有台湾五十岚的味道。真的吗？我觉得没有。哦，看仙草冻奶茶哎，100分。哦。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也回家，好累哦。我们吃了一个很空虚的早午餐。这真的有办法剪成一部 vlog 吗？该不会我冷笑话撑冷笑撑整部片的精髓一下，会把它放在最后。好，那跟大家讲拜拜。就有一只狗大便完之后忘记把自己的大便带走，他就说啊，对不起对不起，狗没拿塞，狗没拿塞，就这样，好笑吗？冷笑话你要多长啊？会笑的就是会笑，会笑的，帮他按个赞。